Oxford Reading Tree. Biff, Chip and Kipper Stories. Level 2. Written by Roderick Hunt. Illustrated by Alex Brichter. Series created by Roderick Hunt and Alex Brichte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i, 小朋友。今天童老师给你讲的故事叫 A Present for Mom， 给妈妈的礼物。Present 就是礼物的意思。爸爸站在首饰店前，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蓝袋子提在胸前，袋子里装的就是给妈妈的礼物吧。 Biff 和 Chip 笑得多开心啊，看样子他们对这个 present 礼物很满意。到底是什么礼物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一回到家，大伙儿就忙活起来了。 Biff 和 Chip 往墙上贴横幅， Kipper 伸着小舌头专心致志地做贺卡。爸爸呢？ Dad had a little box。 爸爸有个小盒子。 Little 就是小的意思， box 就是盒子。 A little box， 一个小盒子。他打开来看了又看，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呀？ It was a present for Mom， 它是给妈妈的礼物。今天难道是妈妈的生日吗？是礼物就要包得漂漂亮亮的。 Biff 最喜欢包装礼物了，要帮爸爸忙。爸爸说，谢谢 Biff， 不过这次呀，爸爸要亲手包。爸爸裁出绿色的包装纸，皱巴巴的一裹，扯来红色的缎带，笨手笨脚的一扎。 Biff 根本看不下去，但是还是忍住了，没有帮爸爸。 Floppy 看到红缎带忍不住要扯， Chip 一把抓住另一头让 Floppy 松手，别捣乱 Floppy。 礼物包好了，哼，包得像个粽子。 Floppy 不听话的跟缎带较上劲儿，现在好了吧，嘴巴被捆起来了。正当孩子们做贺卡和海报的时候，爸爸看见桌子上的大纸箱，然后呀， Dad had an idea， 爸爸有了个主意。 Idea 就是主意。He wanted to make Mom laugh. 他想逗妈妈笑。Make laugh 就是让谁谁谁发笑，逗他开心的意思。妈妈笑起来最美了。可是怎么逗她笑呢？ Mom and Dad had a party. 爸爸妈妈开了个派对。哇，爸爸真帅，妈妈真美啊。他们手拉手在跳舞呢，孩子们也打扮得像小淑女小绅士，和客人们一起手舞足蹈的。到底是什么日子这么开心啊？小朋友你看，墙上挂着的横幅上面写着 Happy 10th Anniversary， 难道是妈妈的十岁生日吗？当然不是了，你再猜猜。对了，是爸爸妈妈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难怪爸爸妈妈这么柔情蜜意的呢。终于到了交换礼物的环节了。 Mom gave Dad a present，妈妈给爸爸一份礼物。 Gave 就是给，原来妈妈也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的形状够怪的，到底是什么呢？爸爸有没有成功的把妈妈逗笑呢？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出品。